中國大媽本來是一個中性詞，但是近年來由於中國大媽們不顧時間地點地跳舞，以及在公共場合不恰當的行為，令中國大媽這個字蒙上了負面色彩，甚至就快同公害聯繫了一起。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這個話題。近日網上傳出的影片顯示，多名大媽10月3日在重慶江北國際機場休息廳開著音響跳廣場舞，音樂聲音較大，影響了其他旅客休息。有工作人員上前勸阻，但是大媽們不聽勸阻，繼續跳。事後機場回應說，由於工作人員沒有執法權，所以沒辦法即刻阻止。對此有網友評論說，中國大媽行到邊都將公共空間據為己有，強制其他人觀賞他們那些帶有文革風氣的舞蹈。亦有留言說，這個時候機場就沒有執法權了，共產黨何時講過法律？如果大媽都穿和服跳舞，你看看她管不管？大媽們不單止在機場跳舞，亦都在高鐵上面跳。有位網友曾經發影片，顯示大媽們在高鐵上面群魔亂舞。在影片入面可以看到，在高鐵車廂入面逼滿了大爺大媽，他們歡快地唱啊跳啊，完全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拍攝者說，第一次聽到這些音樂的時候覺得都挺有意思的，但後來車廂入面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插著音響一直唱啊跳啊，本來以為音響沒電就可以稍微休息一陣，沒想過的是這些大爺大媽非常有精力，音響插回電繼續唱跳，由白天唱到黑夜，期間還有不少人拿手機出來拍照，完全不顧及公共秩序。另一位大媽在高鐵列車上面無理取鬧，辱罵年輕人，最後被乘警趕下車。這個大媽為了省錢買了無座票，上車之後覺得站在那裡太累，又強行霸佔別人的座位不讓，而且在裡面還振振有詞反問年輕人站半個鐘又怎麼樣，說年輕人就應該被教育教育，一點都不懂得尊敬長輩，簡直是猖狂至極。面對乘警和列車長的口言相勸，大媽更是充耳不聞，拒絕出示任何相關證件。最終乘警採取強制措施，將霸座大媽趕了下車，並且將那個大媽拉入了列車黑名單，命令禁止她以後乘坐任何軌道交通工具。有網友曾經在社交平台發布了一段影片，顯示一對中年乘客在高鐵上面用電飯煲吃飯，引發了網友的關注和熱議。影片畫面顯示，一位大媽將電飯煲擺在面前的台仔上面，一手拎住一次性透明碗，另一隻手拎住飯盒，一邊不飯一邊同隔離的男子傾偈。那個男子應該是她老公。後排的乘客可能因為聞到飯香起身觀望，周圍的乘客見到這個情景，亦都紛紛拎出手機拍攝。對此網友紛紛發表意見，有網友表示這個是自帶還是即刻煮的，如果是即刻煮的，那就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亦都有網友調侃說，再用電炒鍋做幾個餸來點酒就完美了。有網友說，直接用電火鍋不是更爽嗎？大媽好識享受生活，這個是無可非議的，但有些大媽特別是有了一些小小的權力之後，就會沉視欺負弱勢群體。上個月9月18日，在山西太原，一名戴著紅袖章的大媽不讓殘疾人擺攤，並且大聲嚷道，我的地盤我做主，民警到場之後將她勸回。殘疾人更加不得，走走，她都沒有營業執照，亦都沒有暫住證，衛生許可亦都沒有，什麼證件都沒有，在這裡賣冰糖葫蘆10元一個，我問過她了，什麼人都不得，殘疾人都不得，俾佢走，我嘅地盤我做主。你嘅紅袖章係喺邊度揾翻嚟噶？我噶，邊個俾你噶？我唔允許佢賣，真係唔允許佢賣，要佢走。冇事，我話俾你聽，就係、是、你嘅親戚朋友，就係、是、你阿爸阿媽喺呢度買都唔得，我哋嚟處理啦。而家就叫佢走，我哋國家哪怕一寸土地亦都唔俾佢佔領，走。平時佢哋都幾好噶。我的地盤我做主，我收的馬路，你的兒子在家嘛，你出來走走他都不陪你，什麼殘疾人不殘疾人的，走。有海外網友說，愚昧，居然以為自己是體制內人了，連自己都認不清自己的身份，說難聽點就是中共的一個奴隸啫，而且自己都不知道。亦有留言說，他年輕的時候肯定做過紅衛兵，按照年齡推算，上世紀50、60年代出世的人，年輕的時候都是打砸搶的好手，
他们在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赶上了文革，在中共的灌输底下，这些人没有信仰，在文革的武斗当中打群交，无法无天。时至今日，大爷大妈们仍然会在日常小事里面处处逼人，外界指责他们没有道德，素质差，其实他们只是中共体制下一个时代悲剧的产物。红卫兵当年喜欢跳中字舞，而现在中国大妈喜欢跳广场舞。近年来，广场舞带来的噪音打扰到周围的居民，因此时常发生纠纷。影片显示，去年4月16号晚上，在靠近河边的一处街头公园，一名白衣男子和一名跳广场舞的大妈发生口角。男子说要将对方的音箱掉入河里面，大妈回怼说你抌啊，你抌你不是人。男子一怒之下拎起黑色的音箱，迈着大步走入去河边的护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音箱掉了入去河里面。你不抌你不是人，你这样讲我就抌。有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名男子就住在附近，曾经多次投诉大妈们跳舞的音箱声音太大。那天他喝了点酒，一气之下真的将音箱掉了入河里面。经警方调解，男子赔偿了2000多元的音箱。有网友表示，大妈们无功德心，他们以为放大音量是自己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霸道，真正的自由是不影响其他人的，而不是为所欲为。大妈们不单止在居民区跳广场舞，还在旅游景点跳舞。中国湖南省张家界风景世界有名，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2021年9月，一群中国大妈也到当地旅游，其中一位大妈一时兴起，在现场跳起舞来，并且叫同伴帮忙录影。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马骝抢走了个袋之后，直接转到去栏杆之外，并且跑了落悬崖下面。原本跳舞的大妈一脸错愕，眼睁睁地看着个马骝揽着个袋就走了。其他大妈也都惊慌失措，但是马骝一去不复返，消失在山谷当中。有网友说，大妈这么喜欢跳，连猴哥都看不过眼了。大妈目中无人，自我感觉良好，终于有猴出手了。也都有留言说，一物降一物，看来能够治住中国大妈的就只有马骝了，但愿猴王能够在中国遍地开花，守护每个公园和广场。最近10月14号，一名女子在峨眉山也都遭到马骝骚扰，吓到大喊，你好烦啊，没事，他不会伤害你的，他生得好丑，你走开，你好过分啊。有网友说，这个小姐姐应该是南方人啦，换成山东姑娘一棍就打过去。在另一个旅游景点，大妈们跳广场舞差点出现危险。在浙江杭州山沟沟玻璃桥景区入面，2020年6月7号一群大妈游客在玻璃桥上面集体跳广场舞。影片可见玻璃桥出现明显的晃动，现场有保安赶上去说不要跳了，条桥要断了，但是大妈们依然跳得兴致盎然。经过工作人员劝说，最后大妈们停了下来，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当时应该是一间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他们上了桥之后好像是自发地组织在跳什么舞，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制止。我们有明文提示，安全须知里面有规定，比如玻璃桥上面不能够穿高踭鞋，必须要穿鞋套等等，不准带茶杯这类东西，我们及时去了做制止。有网友说，大妈们真是去到哪跳到哪啊，广场都不够你们霸占的吗？亦都有留言说，见到条桥在这震，我的心都是悬住的，大妈们能不能够有些危机意识啊，不知道有共振现象的吗？中国大妈不单止在中国红遍大江南北，在国际上的行为亦都令人无语。华人带违禁品闯海关的新闻时有所闻，澳洲一部名为《边境安全澳洲》的系列片就专门讲述了海关安检人员在工作里面遇到形形色色的旅客故事。在一期节目当中，一位短发中国大妈被澳洲海关带到检验处，海关再三问她是否真的都明白申报单上的意思，有没有东西要申报，但是这位大妈坚称没有。在得到许可之后，海关人员打开了她的行李箱，尴尬的时刻来了，
海关人员先是发现了一包用塑料袋装住的大枣，入面还带有枣核，枣核可以被认为是种子，种子是不能够带入关的。海关人员又撕开另一个红塑料袋，入面装住的是小米。更令海关人员崩溃的是，还发现了一大块生姜，而且已经发毛了。中国大妈坤壁地趴在检查台上面掩饰内心的尴尬。海关人员估计这位老人家可能是第一次来澳洲吧，要不要对他网开一面？海关人员叫他拿出护照核对一下，但是揭开一看才知道这位大妈已经多次出入澳洲了，这样他就必须面临罚款。大妈尴尬地翻了翻银包，入面只有200多元人民币，不够用于支付罚款。他不停地向海关人员道歉，不断 say sorry sorry， 并表示下次再也都不敢这样做。最后工作人员同意放行他，但是要他在21日内交齐罚款。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刺激政策屡屡受挫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继近日前往福建考察之后，在10月17日至18日再次现身安徽，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行程。在这一次的考察活动中，习近平罕见地展示了他亲民的一面。然而外界普遍质疑他的行程的安排和所谓亲民秀的真实性，认为这一切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17日下午去到安徽省安庆市同城市调研，这个行程迅速引发了热议。网传的影片显示，习近平乘了一架面包车，沿着已经清理好的同城街道行驶，并通过车窗向路边的群众挥手示意，微笑着跟他们互动。更引人注目的是，影片中路边的群众纷纷拎出手机拍摄习近平的画面，营造出一片和谐亲民的氛围。然而这一幕在网络上面引发了广泛的质疑，有网友指出，习近平今次乘坐的车竟然是一架日本丰田考斯特，这个和中共高层一贯宣扬的爱国经济和自主创新不符合，令人诧异。还有人调侃说，群众不是应该过去将车围起来喊吗？这届群众不得啊，还要好好和朝鲜学习先进经验，永远不会探望受灾群众，出来就是一大堆群演陪着皇上演国泰民安。回顾习近平历次的公开出行，不难发现他在国内的每次考察行程都伴随着严密的安保措施。每当习近平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周围的居民通常都会被要求不要出外，关紧门窗，甚至有警察直接守在民众家的阳台上面。单凡在习近平所到之处都会出现清场现象，街道两边的行人和车辆被迅速疏散，偶然遇见的群众大多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特定人员。今次安徽的考察也都不例外，网传影片里面的群众显然是被严格控制在道路的两边，而习近平所在的车辆就沿着已经被清空的道路缓缓驶过。在影片当中，习近平由车窗探出头，挥手致意，向着两边的人群微笑。但正如众多评论所指出的，这些群众如往常一样都是经过特别安排的人员，场面看似热情，实质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场景。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网传另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在众多官员和保镖的陪同下步行和路边的群众互动。习近平脸上挂着微笑，偶然和几位群众交谈，但随行的官员和保镖就一脸严肃，没表现出丝毫的轻松或者愉悦。对此有评论说，看似是一片其乐融融，但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紧张和控制的局面。今次考察活动一经曝光，即刻引发了网络上面的广泛讨论。有人指出，习近平每次出行的亲民秀都充满着虚假的成分，而今次安徽考察似乎是为了缓解当前国内外压力而进行的政治公关行为。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持续下滑，政府出台的多项刺激政策也都未能有效提振经济，习近平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展示自己依然掌握局势。部分视频人士认为，习近平今次在安徽的考察不单单是为了展示所谓的亲民形象，更重要的是向外界传递他对台湾局势的态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外界频频猜测
中共是否有意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但由习近平近期的行程和讲话来看，他似乎并未有即刻对台动武的打算，而是希望通过亲民秀和其他国内事务来转移外界的注意力。时评人中原在海外媒体上撰文分析，习近平此行意在展现对内掌握局势的能力，但他在党内的实际权力可能只是遭遇挑战。习近平的核心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武随行，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根据中共的惯例，中办主任通常会陪同党魁外出，负责维持党内和外界的信息流通，而蔡奇今次的缺席令人不禁怀疑他的地位是否有所动摇，同时引发了关于中共高层内斗的讨论。时评人江心哲在他的自媒体直播中指出，这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蔡奇失宠，二是习近平对北京政局的不放心，要求蔡奇留守京城，以防在他离开期间发生政治变动。蔡奇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管着中央警卫团，如果他的忠诚受到质疑，势必会对习近平构成重大威胁。这个猜测得到了部分分析人士的认同。中原认为，蔡奇的缺席可能意味着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权力斗争，如果习近平失势，蔡奇将失去他的政治靠山，而这个很可能会引发中共内部的地震，党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将更加激烈。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另一亲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在外交舞台上面表现得越发活跃。李强在10月初出访多国，并密集会见了多位外国政要，展现出较为积极的外交姿态。然而，新华社对李强的报道相对低调，外界解读这个是习近平正逐步放权，李强正在成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自李强上任以来，他一直被视为中共最弱势的总理，在政治决策上面受到蔡奇等人的压制。然而，随着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逐渐削弱，李强似乎开始在政策制定和对外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外界普遍认为，李强主张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来恢复中国经济的活力，而非过去几年习近平所推行的精准调控策略。分析人士指出，李强的外交活动虽然频繁，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态度就有所不同。新华社的报道较为简略，而人民日报就对李强的外访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报道，此举被认为是中共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角逐的表现。流亡欧洲的前中共官员杜汶就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说，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因为党内压力民生退意，而李强就捉住了这个机会，向习近平承诺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逐步获得了更多的政策话语权。杜汶还指出，李强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在未来的中共权力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习近平今次在安徽的亲民秀，不单止未能消除外界对他的统治稳固性的疑虑，反而引发更多关于中共内部权斗的猜测。蔡奇的缺席、李强的崛起、党媒报道的差异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正在逐步公开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和党内斗争的加剧，习近平能否继续稳固自己的地位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有关美国大选的新闻。随着美国大选日临近，10月19号晚，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在宾州的一场活动中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宣布由即日起至11月5号的大选日，每日即将随机选择一名签署了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书的人赠予100万美金。这样意味着在选举日之前，将有16位幸运儿获得这笔巨款。这个惊人的举动当日就产生了第一位幸运儿。在宾州哈里斯堡的一场集会上面，马斯克将一张巨型8万美金支票交给了随机选中的约翰·德雷尔。这一幕令到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此前，马斯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曾经承诺会给每位签署请愿书的宾州选民100美金。这个委员会是他为了支持川普参加本次大选而成立的。马斯克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说，宾州注册选民注意了，
只要你和推荐你的人签署我们支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的请愿书，就能够获得100美金。支持你所信仰的同时还可以赚钱，何乐而不为？截止到10月21号午夜。作为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自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并私有化社交平台 X 以来，一直积极倡导言论自由。他表示，之所以决定发放如此巨额奖金，是因为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他的请愿活动。我们应该如何令到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呢？我想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轰动。他讲完就在人群当中叫出了德雷尔。德雷尔接过那张巨型支票，激动不已，台下观众也都沸腾起来。这位特斯拉 CEO 说，对于这笔百万美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要成为这项请愿活动的代言人。德雷尔向马斯克表示感谢，并祝贺他最近成功回收了火箭。这位幸运儿说，我关注你已经十年了，一直都是你的铁杆粉丝。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10月15号公布的数据，马斯克在过去3个月里面向他创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慷慨解囊，捐赠近7500万美金，而马斯克是该委员会唯一的资金来源。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宾州的支持率仅以微弱的优势领先贺锦丽半个百分点，选情仍然胶着。马斯克表示，他计划在未来几日继续参与宾州的这么多活动。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在社交平台 X 上面招募拉票员，为支持边境安全、枪支权利和言论自由等议题的候选人助力。自川普7月遭遇枪击事件之后，马斯克公开表态支持这位共和党候选人争取连任。8月，川普接受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专访，在长达1小时的对话入面，川普表达了对马斯克处理员工抱怨的方式的赞赏。根据最新数据，贺锦丽在第三季度的筹款额超过川普5亿美元。然而，高筹款额伴随着高支出。最新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仍然难分伯仲，大选结果都还是充满变数。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倾到呢度，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